有人说脱敏没有用，全都是骗人的，科学都不相信吗？那些人整天在网上胡说八道，狗不听话就要打，打狗能分开等级关系，你去学习一下，真的有那么难吗？脱敏是什么？今天我必须要把它讲明白。狗比较胆小，或者是以前受过伤害，出于恐惧、焦虑中产生的行为，打根本解决不了问题，打只会越打越凶，甚至走不出这种阴影的状态。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可以评论一下。脱敏就是交互抑制的概念，由霍尔普心理学家做出的一个实验，给一只非常害怕猫的老鼠看猫的照片，它自然会恐惧。然后他通过给老鼠看猫的照片的时候提供好吃的食物，有趣的事情发生了，老鼠的恐惧感慢慢降下来，最后完全消失。这就是脱敏的作用，包括人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也是通过脱敏疗法治疗的。没事就读点书，对你还是有帮助的。下一期我来说一下等级关系是怎么划分的，不要整天都无脑的打打打。